走路今天到曲阜温泉，每天早上起来收拾东西都特别的痛苦，但是又必须得收。我的包，我的行李又多了一个包包，这个包包是那个妹子的，我带着她的包包，然后另一辆车带着她。这就是阿里地区的超市加菜市场，蔬菜是比较贵的，这边蔬菜都比较贵，物价都比较偏贵。然后我们买了一些零食蔬菜，准备去温泉做饭吃。哇、哦、你这个是这么开的，感觉容易掉出来的样子，所以不好。看着他的摩托车就想起了我去年的时候也是各种外挂，各种绑，各种外挂。哦，用这个装吗？按什么装？不是，你后面不是有个桶吗？那个是汽油桶。哦，啊，那这个怎么放啊？准备去借一点水，然后到时候做饭吃。矿泉水做饭简直太奢侈了，这边矿泉水也很贵。这个整个县城都没有水的，我去年也来过一次，也是这样啊。去年，我感觉现在新修了好多房子啊。是，今年好多。我之前过来的时候都很慌，然后这边。建设好快呀、啊！对呀、啊，马上今年要通电了。通电了，嗯，10月份通电。对，现在家家户户都还是用发电机电瓶。对对，在这里很多年了嘛，7年了。哎，我记得我去年也是在你们家买的菜。嗯，想起来了，我在7年了。哦，7年了。你在网上可以搜到我们就是，在咱们地图上都有。哦。这边就是条件比较艰苦，没有水，没有电，还好吧，反正你们习惯了就好了哈。嗯，你们也够坚强的，跑这么远。啊，我们就玩嘛。嗯。你们的水太珍贵了。对，太珍贵了。所以我们也要珍惜。没事，你们有时候你们没水用嘛，不方便嘛，装满嘛。只要提着方便就装满。你们这里房租费一年多少钱？这房租便宜哦，杭州比咱们内地便宜。一年多少？我们这个1300，那边还有一小间，就是住人的，1300。你那个门市呢？我门市8万一年。八万一年，哇，那也不便宜。这个为什么便宜啊？我们是最贵的，我们这个乡上是我们的房租是最贵的，其他的都为什么最贵的？几百块钱，我们是开的年数多嘛，跟人签的合同也多，签了10年，连续一下子签10年了。嗯，哦，你在这里有多少年了？7年了，看来。7年了。哇。哦。你是四川哪里的？河南。河南人啊。哦。这边河南人做生意的挺多的，在这里。河南在西藏。河南人穷嘛，也不是啊，像你们河南人特别能吃苦，你知道吗？光选择一点。虽然经济那边经济不好，但是特别能吃苦吧。广东那边，你们那边好吗？你们是广东那边的是吧？我是重庆的。重庆。他是江苏的、嗯。你们往哪边方向走？我们不是这边有一个温泉吗？知道吗？嗯。那温泉可以洗澡吗？可以啊，不要钱，你去嘛。那个路好走吗？全部都是土路哦，全部都土路啊，20公里，30公里，嗯，现在去嘛，今天没风可以洗澡，风吹的话冷。对，谢谢老板，谢谢哈，感谢，啊，不客气哈。后边到，哦，你这个有个洞洞。烂了一点点，一个小洞洞，没事。在一个马旁雍措湖旁边居然有卖小鱼干的，一般来说因为藏族人不是不捕鱼也不吃鱼嘛，就是他们居然会卖鱼耶。小鱼干看一下，就是卖这个珠子的，哇，这个鱼好大。这个鱼是怎么卖的？多少钱一个？25。25一个。20。20，哇。20。这么贵。一只吗？一个。一条吗？一条。这是那个马旁雍措的鱼吗？一
是湖里面的鱼吗？哦，好贵。吃得起吗？吃不起，好贵。好，那买的好像都是一样，沙子太滑了。你今天倒了两次了。哇，你傻！好傻！这么厉害，我还没有使劲呢。慢点哦。又跌了个前沙，哎，这个包包要重新绑了，都散了。不要阻力。你哎，你对，你俩分。啊，等一下。包包。一、二、三。包包要重新绑，包包全部掉了。重新绑了就。没有，我进来就扔地上了。